所有干员必须严格遵守纪律，我会撑起盾，不要站到我的前面。信号稳定，主战速决。火山喷出还有大量岩石颗粒，我们不要待太久。火山岩盖不了绝望的墙。 信号稳定，快熏了吧！好时机。下决定时冷却自然的窒息不容扰断。攫取生命的石头，融化吧。盯住他，我不喜欢破坏，除非必要。信号稳定，随时可以停。 对不起，我并不信教。前进。这种程度，又能阻止谁？下决定时冷静，小虎才会先打破沉默。 信号稳定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并不信教。这一招怎么样？温度稳定。信号稳定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并不信教。 收到指令，陆基在晃动。这一招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并不信教。请小心火灾。 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点火。可能有点热。信号稳定，速战速决。风暴必须摧毁一切障碍。 信号稳定，快熏了吗？请小心火灾！如果能帮上忙，请振作起来。第一步。 先试着深呼吸。风暴必须摧毁一切障碍。没问题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并不信教。我会向你分享我听过的那些嚎哭。火山，放轻松些。 我们只是来这里取走一些珍贵的样本，而现在就生气。风暴必须摧毁一切障碍。没问题，谁会在战场上拿旗子当游戏啊？
就算眼睛刺痛，也不能一开始死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不，对不起，我并不信教。这一发是送给你的。分享我听过的那些嚎哭，没问题，看清了吧？可能有点热。
我对不起，我并不信教。我会向你分享我听过的那些嚎哭。信号稳定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并不信教。温度稳定。我会向你分享我听过的那些嚎哭。没问题。速战速决，来试试越过我。装填发射，你想打倒我，凭什么？没问题，谁会在战场上拿旗子当武器啊？